的那个反起航线，大概行程都要25分钟，哇，我还没坐过，25分钟很方便啊，就来到这个我们相隔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马祖啊，在这里首先啊，我要代表我们所有马祖莲香县的县民啊，就是热烈的欢迎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。我想突破的年代啊，特别在去年啊，这个习近平主席跟这个马英九总统两个在新加坡碰面，更是历史性的一刻啊！我想两岸一起努力啊，创造中华民族的进步歌声的。那马祖啊，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岛屿啊，它是去的十大小岛，最想去的十大小岛，马祖是排名全世界第五名啊，是两岸唯一入选的一个岛屿，奇景之一啊。是如梦似幻，是一辈子一定要看的一个自然生态景观。四月，这是福州的特产，是，非常谢谢。哎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